哥边教快课861温度580。拆 CPU 快克2008温度500。可不可以坦白的说，不要再让我受折磨。想起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也有美好回忆。我的记忆里全部是你。试探性的插进去，不要那么用力，暴力插进去会哭的。除 CPU 黑胶快克861温度依旧。CPU 直吸温度依旧。安装硬盘快克2008温度550度。安装 A13 CPU 温度依旧，尽量使用松香。可不可以坦白的说，不要再让我受折磨。想起我们的点点滴滴，我们也有美好回忆。搬逻辑马片，如果它没了机器就报废了。如何不想你，苹果从 A10 开始 CPU 都特别简单了，手工不到位的多多练习就好了。看完了，如果有帮到你点个关注，点个